看看新闻网。哎，你说这日子真的是挺有意思啊！昨天是四个幺幺幺幺幺啊，就光棍节。你说了五个幺幺幺幺，够了啊、耳朵挺好，听力挺好啊。接下来是幺幺幺二，就今天哈、就是要要要爱，哎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你没发现吗？我真的觉得现在只要你想，每一天都能当节来过。对了，那今天这算什么节来？幺幺幺二。就你可以回去，比如说跟你心爱的人随便庆祝一下，就是要要要爱，对，要要爱，对，你还没明白啊，就是反应比较慢，和下一条片子的主角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有关系。日前呢，要说从这个偶像派转成实力派的刘亦菲呢，她的感情方面有了新动向了。不过呢，她是在这个光棍节的当晚，就赤裸裸的晒出了这个手捧玫瑰照。这就是这个成功脱单的节奏吗？好浪漫哦！对啊、人家幺幺幺幺都在剁手，他在那里晒玫瑰照。不过说实话呢，娱乐圈的女光棍队伍里面，刘亦菲只能算真的很小资辈的了。对，那超龄高龄的比她多了去了。来看一下。光棍节当晚11点多，刘亦菲晒出了手捧玫瑰的自拍照，这幸福的表情满脸都溢出来了。现年27岁却还单着的刘亦菲，最近绯闻可是不少。先是和宋承宪爆出了一张接吻照，随后安志杰公开表达仰慕之情。亦菲她是我，其实我最欣赏的中国女演员，因为她除了美丽漂亮，她是很棒的演员，而且她很会吃苦。如今刘亦菲在光棍节当天难掩幸福地晒出手捧鲜花照，男主角是谁还是谜？这成功脱单想必是一件十分靠谱的事儿了。